아, 와우. 내가 오늘 주 这晚餐？么特别吗？坐到对面去，鹏哥。没事，俩人对面坐嘛，也挺好呀。哇，好美啊！Hello，！Hello，Hello，给你们，哎，我直接坐吧，直接吃坐吧。饭喽。你还去换了个发型？把头发摘了，啊，但有点累了。有点累。怎么样？今天开心吗？开心，但也蛮累的。那好累啊！玩得很疯。啊，弟弟有一点点心情低落。有人欢喜，有人忧。今天月亮真的好圆。嗯，对，但是有点雾蒙蒙的，我还以为是我眼睛的问题，真的很晕，是雾蒙蒙的啊。对，天气特别好，对，很舒服，今天晚上也不热，还有点。感觉热又感觉有风，好奇怪的感觉。你们觉不觉得那个很像一只猫？是睹物思人吗？哪一个呀？一坨黑的，黑的下面左边的那一坨，哦，很像一只猫的形状。很可爱。对。幸好我也喜欢观察这些，因为你是个安静的人。你有养猫吗？哦，没有。但你很喜欢。对。你叫小明是因为你很喜欢猫吗？被我妈说是我生化成一个小猫咪啊，给你命名，然后你把女儿改哎呀！你觉得他们去哪玩了？没有想过，我就觉得我们今天挺开心的。哪没想过？你回去就问我，对，你觉得他们去哪了？一秒拆台！天哪，果然是好姐妹。然后就是想不到，我真的是被你笑死。场面话大师。能不要能保持一下这个场面的平静？聊不下去了，我跟你说，我恨你。我本来不想讲，但真的太搞笑了。要爆了，不是。清雅从不说假话。对，鹏高就是什么都能夸清雅。他确实不说假话。两人的还比较那个。对，我觉得两人的会还挺特别的，但我们的也很开心啊，真的很开心。没说我们不开心。这样你说你们俩要是出去怎么搞？两个吗？我们有我们搞法。你觉得我搞不定？我们多余了，我们多余了。你觉得我搞不定？你在质疑我的能力？我们一会儿拿两盘，好，我们马上端了就走回去吃。不好意思打扰。我天！别聊了。猪总来了。哦，这是哦，芦笋，这个虾一看就很好吃。猪手，煎饼大白，干一个吧。来吧，来，四个人干一个吧。开心的，旅途愉快。好喝的。
想采访一下你，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可以问，可以，可以问，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这么坚定的有想法了？神助攻。表达表达可以抽象的，抽象的。李帆真的好好，对，不要害羞，是那天吃饭吧？你看船上，对，哦，为什么？你们明明坐的还挺远的。嗯，但是我就是那种我自己认为我是比较敏感的人。我跟一个人说，我觉得聊天聊十分钟我就。我们应该也没有聊十分钟。这是一个不说假话的局。好可爱哦。不一定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你？哇，这节奏拿捏的非常好，他们也有小拉扯的感觉了。这干嘛了？撞空外。对，好，太搞笑了。你不要太得意，我告诉你，不行啊。跟我过招呢。他太有意思了，他说话太有意思了。这句话杀伤力这么大吗？嗯，但是不一定是他。他说话太有意思了，忍不住想要。想要逗他，是瞎驳回是吗？对，好久没有遇到能够跟上我说话的人了。嗯，对，就是听大家聊天，感觉他应该是最有趣的。其实你不说话，你就坐在那儿，都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气场。嗯，所以你喜欢清雅的气场。我喜欢某个人的气场。这个时候也不必匿名吧。弟弟比较老实，可能面对面抽象一点。你呢、哦、哎呦，那、算了，他不问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每个人都要讲，对，都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想想每个人都要讲，我很好奇，好奇什么呀？是什么时候啊？哦，我突然之间知道了清雅表达对人喜欢是什么方式了。哦。因为你看刚刚所有问题里面，清雅面对这种直球的没有给一个就是直球同样程度的回应，那两个人不停的就说，哎，你俩什么时候，他不做声，然后他就笑，这种默许就是这种特别内向和敏感的人表达他喜欢彭高的一个特别明显的标志。没错，可能觉得小吴这段时间只是一个开始，雨帆在帮他解围。嗯，我觉得是的，就是因为我这是我前两天才想明白的事。嗯，就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开始，之前会感觉好像小吴结束之后就像考试结束了一样，所以要在那之前要把考卷都写好。对，对嘛？但其实好像不是这样。对。只是你拿到了这张考卷而已，然后你还在阅题的过程。嗯，对，就是之后还有可以慢慢打。嗯，哎，彭高也帮他解围了。那你呢？哦、我很直接的，第一天我的 follow 就是，哦，你是有 follow 卡的吗？没有啊，就是发短信。
哦，就是你发疯哦，你那个时候就对哦，那更早，就是吃饭的那个时候。对，那那个时候是真的才认识几分钟。第一天认识。第一天认识。第一顿饭，一见钟情。所以你其实你从来都没变过，你从来没变。那他是什么点？你就觉得这个人比较，会顾虑大家的感受，然后整场会接每个人的话，然后会比较照顾大家。对，他确实是。对。我昨天就是也在想，是不是给别人也造成了压力。嗯，会有些压力，就是走太快了，然后他可能对他是一个比较慢一点。嗯，对，可能他也没有想好，就是确实时间还太短了，然后需要更多的相互接触。他有给过你一些正反馈吗？我觉得聊天当中可能也收到过一些正反馈吧，也有可能是我误解了，这很难讲。但是时间这么短，心意就是有可能会流动。而且他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周全的人吧，就可能也是在顾虑我的感受做这件事情。我感觉他每次说的时候，他也在边说边在安抚自己。是的。雨帆一直都在反思自己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雨帆没有问题，他可能容易内耗吧，在这件事会肯定会，因为他越顾及大家的感受，其实他越内耗，因为他想的越多。嗯，但我觉得他这，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任何人有问题，就是，是的，因为感情这件事情没有标准答案嘛。对，你好，啊，我吗？嗯。在游艇上的哦，你们俩是面对面的，斜对面，对。哦，对，你也是那天游轮才认识的他，对。因为我们最后都分开的，哦、对广州是的，是的。然后他又选了我701，所以你们就完全错开了，对。对。嗯。你上游轮还是很多事儿的，对，暗流涌动，一切的开始，对，一切的开始。There's so much left in store, and we don't get to choose who we get to love, who it is we're gonna lose, or what breaks our hearts into. 没有完成。真好，这方向还能闪月，是啊，嗯，挺朦胧的这个月亮。You're nothing that dies really goes away. 你看着月亮想着什么呢？他又在想小咪了，我也不知道。It's hard to brush away bright light and it still shines like it was yesterday. 我们刚没有在看月亮，在看着看月亮的清雅。对，因为它就是它的月亮。Likely there, oh, what a mess it makes, what a mess it makes, what a mess it makes.要不走了吧？嗯，走吧呀，回去休息。
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在小屋会顾及所有人的感受，不自觉的，尽可能周全的考虑。是，那是正常的呀。我是觉得高科这种比较牛，我是觉得他真牛，他完全无所谓，你知道吗？我是觉得挺厉害的，还挺欣赏他这种精神状态，对，很勇敢。哦，但是我觉得就是顾忌太多会让你没那么可爱，就是有的时候真实的状态会更可爱一点。是，他好通透。就他是怎么跟你说？他就是明确跟你说他选择了牧尘。我跟他讲了我的困惑，他就说他其实那天跟我出去约会已经有暗示我，他说他喜欢成熟一点。然后我说那我是不是就是另一个选项，就不是第一个选项。他就说是。哎，但你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感觉是不是你不问就会可以改变一些，但你已经问了，我憋着太难受了，因为我感觉事情聊开了反而更加自然，起码不会有什么遗憾，起码就是也不会瞎想什么内耗，肯定还是遗憾啊，为什么不遗憾？肯定遗憾。我觉得你有点沉不住气，你去找他聊聊爆了。别你在逼他的意思，让他给个答复。我感觉这样理解是不是更合理？如果你面对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我吗？对，我不管，管什么？就是他有没有回应，我都该干啥干啥。那假如他做了选择呢？做选择不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喜不喜欢我和我喜不喜欢你是两件事。哦，但这件事情不会削弱你对他的喜欢吗？不应该。我不喜欢你不是因为你喜欢我，而是因为你就在那里，那你能喜欢我是最好的。这个认同，这句话很崇高。然后我如果我喜欢你的话，我就想跑过来告诉你，那我就用我的方式来让你知道这件事。就是他会做的事情。王高是属于那种无所畏惧的类型。嗯。但我觉得比如你该想表达的用一种比较礼貌的方式传达给他其实也还好。对，比如可能你要有一些精心准备的礼物啊，我想说的话你也可以写个小作文。就有可能他态度也是在变化的。有可能他这次约完会他的想法就不一样。感觉他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对对对，本来熄灭了，现在好像又升温了。你是不是还有一次 one state 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一次是吗？对啊。我还没用，听说你用了。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和清雅，反正在我用那次 one state 之前和之后，我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Here comes the sun and I say, 都是未知的。It's alright, it's alright. Here comes the sun. 这种时候真的是还要再给希望。但是朋友不太了解他们的全貌嘛，一定会想要鼓励别人。就是定豪他一定会经历的事情，没有彭高也会有另外一个人、他也会私底下去问他其他朋友。有道理，直到他自己有了一个自己的声音。对。他不问别人的那一刻他就是自己想明白了。谁都没有错，错的是爱情。Oh my god！ 说得好，说得好。所以我们只能祝弟弟幸福啊。祝他幸福，祝他幸福。谁？哦。
亲呀，表情也太搞笑。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来找他。哇，好大的突破哦！嗨，你们在干嘛？在聊天。聊天。你要来一起聊吗？我要看。所以你要进来坐一下。好的。你们在聊什么？你在聊他。我在想，我昨天的做法是不是有点不太妥当？就是，可能就是自己真的很想急于去知道一个答案，但是这个阶段好像不应该是给答案的时候。我觉得想太多了，你。现在喜欢他你就追求他。其实。你总追求他总要吃点苦头的。他在说自己吗？贬谁呢这是。怎么可能那么顺利，总要被折磨一下的。对。那么简单就把人家就追到了。这到底在讲给谁听啊？崔亚说：“我这会儿我是该来是不来？”冲吧，冲吧！你发短信，好好想一想，然后你回去再找他聊，你该干啥干啥。嗯。遵从你自己的内心，建议还是你自己给的好。哎，你们在干嘛？在聊天呢？聊什么？心理按摩在给他。孩子，你走，你跟我出来按摩一下。怎么了？我有事想问一下你。这个叫 CP 联盟。啊？两个伤心的人不可以单独聊聊吗？啊？清雅想约高哥出去散步，然后跟小公司。啊？哎呦，还在为闺蜜着想。我下楼逛逛啊。那你快去吧。雨凡真是个好闺蜜。嗯。嗨，你们在干嘛？这个表情。彭高都不敢想，清雅是要叫他出去。你走吧，我们去逛街。怎么变得这么奇怪？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安排啊。哎呦。可是是不是都关门了？关门了好，没人。你怎么走？这里面才是吧，但是门口。你又换了个发型。不是，刚刚刷牙。你好百变啊。刚刚刷牙就把头发扎起来了。哇，他关注的很细腻啊，每一根头发丝的那个。我竟然不知道。但不知道清雅会主动想要。我也没有想到。突然的吗？他说他想去散散步，然后他就先出来了，然后啊，他说那我助推一把。国服推手。哦，原来是这样子。对，我真的也没有想到。那他们这样子，其实高哥已经有很大的进展。对。起码有反应。对，哇，太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助攻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对。疯狂助攻。疯狂助攻。所以我想知道昨天。哦，我有在反思我昨天的做法是不是合适。对，合不合适。可能他也没有想清楚，每个人节奏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给他们空间挺好的。嗯。我觉得真的要开开心心做自己才行，就是这段时间太关注别人的情绪，然后导致我很多行为我觉得都不像我会做的事情。对，这个说太对了。他能自己能意识到，哎，就是因为太小心翼翼，然后就导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反而会不自然。对，很不自然，会沉默，会尴尬。然后还是让自己更快乐一点。对对，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对对，调整归位，然后让自己正常一点。嗯，加油，我觉得挺好的，大家都挺勇敢。嗯，确实确实。哇，雨凡也教了他很多。雨凡很棒哎，他俩都是关注自己的时候少，他们在感情里两个人同时都是比较忽略自己的那种。